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平凡星，现在为各位来做实战的是我们要打这个圣域哦。那基本上我们使用的是这个红胡子做集结，红胡子加什么符啊？看不看到？算了，红胡子做集结，家里成贵，红胡子家里成贵。看、啊、那个谁去打？操！那至高守护者谁在打？是不是可以补兵的、啊？好几的容量，旁边四个角落会有那个回血的兵啊，这个是看，我要主动攻击其他人啊，应该还好。然后四个角落会有这种回复神庙的兵，防二者，所以在四个角落应该都要放 T 五做输出，不然会帮他补血。去啊！As the daughter of a king, I will not give way to such painful consequences. As the daughter of a king, I will not give way to such painful consequences. As the daughter of a king, I will not give way to such painful consequences.然后这边又出现了，这种会帮这个恢复25%的生命力，所以这没有打掉，一进四只下就我们脸都歪掉了，直接补满。现在攻打的是守护圣域哦。这个至高守护者会打我们的人，我靠近不是会有 AOE 吗？我记得有啊，放完会有伤害。嗯。但这个我顾好这边就不能再走了，我走掉到时候这边没人打，那脸坏掉了。变成是我没有守好怎么办？这大家在跟别人打的时候要注意一下。就是你守哪边就要守好了嘛，不要想说啊，我过去帮忙。结果假设我走到这个位置来，我被 AOE 扫掉，我真的会被骂爆。AOE 是圆形的、欸，我看起来是圆形的。对啊，圆形。好硬哦，防御力超高的这个。好，继续打。这个看一下。圆形区域就 AOE 的伤害减免99，要把守护者干掉，伤害高攻击力守护者，狂热守护者，有没有？补不进去啊，兄弟！
然后补兵的时候不要靠近这个圈圈啊，靠近这个圈圈送头。那个怎么打不掉啊？下面在干嘛？哦，吓我，吓死我！打下来了，没接补给血，victory。OK， 好，为各位的示范手无剩余的打法，好不好？各位大家参考。那如果喜欢今天影片的话，请记得右下角跟订阅，右下角喜欢订阅旁边你的按下去，随时可以收到百姓攻打胜。玉的消息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